我是打算在离开之前再来问你一件事，就算问了，也只会有一个答案。很可能答案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结婚？这份文件是财产管理授权书，你敢不敢签这文件？只是签这份文件就能证明我对令波的爱是清白的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签？等一下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千方百计爱上你。